辛苦了一年，我老公终于舍得给我买个大虾尾哦，看这个，太不容易了，老铁们一定要给我个双击啊，这一年还挺拼的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太香了，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今天咱们再来个大鸡排哦，盘它。等等啊，不吃辣，老铁怎么给你双击啊？我的天哪，老公，这样太狠了。这个视频老铁给你500双击，明天给你来个15斤的。说话算话，我拼了。15斤大龙虾。觉得给我500个双击啊。明天吃15斤大龙虾，拜托拜托，老铁们双击啊！比我脸还要大的老虎虾，老公现在天天给我买虾吃。大虾王，蘸点红油。喜欢吃虾的，给我来个双击吧！一个虾300多，天天连300个双击都没有，天天吃。老铁，给我300个双击！太坏。老公给我带了一个大八爪鱼哦，太大了，我的天哪！来盘它啊，有黄有墨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第一口，我的凉拌泥螺又来喽！今天泥螺太大了，这是泥螺姥姥来了吗？把它再挤出来。哎呀！好了，把这个水啊，给它避一避啊，海水这个水。好嘞，加点料。再来辣椒酱，和和均匀啊！你坐，来，再来点辣椒面。哇，老公你太狠了吧！我这嗓子都哑成这样了，老铁我拼了啊！